媳妇儿，我撒泡文了啊，真的啊！嗨，累吧累吧，我要说说最强最甜的玉米棒子呀！够不够啊，媳妇儿？差点，这才多长呀？再累点。好嘞。哎哎，这哪来的资本呀？干什么玩意儿？谁把泡文往我家媳妇身上砸呀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刚才一阵风，我俩泡文吹跑了。嗨，大舅，一会儿别烦人。哎，大佬，你不着咱的是我呀？看着，这白粉、紫粉、花粉都有了，我瞅瞅这玩意儿，以后长成什么样人？2000 years later，老板，你这玉米咋长得花里胡哨的？不是转基因了？你可拉倒吧，这就是不同品种的玉米互相授粉长出来的，转基因可不背这锅呀。